卫生纸放大以后你还敢用吗？最近啊，有粉丝问我卫生纸可以当餐巾纸用吗，想让我放大看看卫生情况怎么样。下面啊，我就满足下你们的好奇心。卫生纸啊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，有些人啊更是习惯性的用卫生纸擦嘴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卫生纸和餐巾纸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合格的餐巾纸都是用原浆制作的，而我们买的卫生纸大都是用旧纸、回收纸制作的。这些旧纸可能含有很多的真菌、细菌、霉菌等，如果消毒不彻底，它们会残留在纸巾上。一些劣质的卫生纸还会使用荧光增白剂、滑石剂等增加质感，所以啊，经常使用卫生纸擦嘴会有很大的危害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，帮忙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此视频。